吃烤翅不要再去肯德麦了，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又卫生。像这样的鸡翅我准备了四只，从中间一分为二，切成这个样子，放碗中，倒入一袋奥尔良粉，两勺蚝油，抓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，冷藏24小时。腌好的鸡翅摆入空气炸锅，没有空气炸锅的用烤箱，没有烤箱的就看我做，200度烤10分钟，翻一次边，再烤10分钟，出锅了。看看这脆皮，我女儿问妈妈，这是不是外面买回来的？